大家好，我是小海猫友。今天我要和大家介绍偶像学园的卡片，这是上次和大家介绍过的卡片。这个，这也是。我这次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种的，比较旧的旧版的，因为它是像算是这样子，后面是这种，可以自己贴衣服。这是小葵的服套装，我少了这个衣服。这是小梅的套装，这是饰品卡，然后这是一张蓝的衣服，我这一张是重复的卡，如果有人要跟我换的话，可以加我的 LINE。如果啦，我说如果。这次的介绍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如果有要换卡片的话，请加我的 LINE。谢谢大家。